Kasalukuyang nasa loob na kami na Park Glory Ocean Park. Hello guys, ito pa yung una naming experience dito sa Park Gloria Ocean Park. Manunod po kami ng sea lion. Stay tuned lang kayo dyan at panoorin nyo ang buong video ko.有啊，我动，哎呀，还顺便送你一个小
好意思吗？我们大雄啊，哎，我问你哦，哎，你看大家等你那么久，嗯，你还敢不敢要迟到啊？敢吗？不敢迟到啊！准时。我帮你跟刚刚那一位女同学，哎，要个电话号码，要个 LINE 好了。晚上呢，你们就约出去吃宵夜，培养一下感情啊，你觉得怎么样？来，我们呢给你一个小礼物哈，上来这个小舞台哈，
洋保育这一块的议题，来欢迎我的环保小老师出场。噔噔噔噔噔 ，OK， 左手边是芳芳同学，右手边是小卷同学，来大声招呼喽，嗨。OK， 我前阵子啊有看到一则新闻，哎呀，有一点严重哦，就是我们大海里面的垃圾数量，居然比我们的海洋动物们还要多了，哎呦，那我们应该要做怎样的事情哈，才可以保护美丽的大海？考考我们海事同学哦，他们很聪明哦，来，我问你。乱丢垃圾可不可以？啊，不行！你看，快点哈！他们都知道了哈、哦，相信现场的朋友们一定要更了解。来，第二题，我们一起回答好不好？我们要不要做好资源回收？要，没错，做好垃圾分类。最后一题哦，买东西的时候要不要自备购物袋？哟，没错，恭喜答对了，还有。都答对了，没有偷看别人答案哦。OK， 来，我想要来找一位聪明的同学，找个男同学好了，好不好？他必须非常聪明，非常的勇敢。来，有没有人想要来挑战啊？不如来，想象还没有那么简单哈、哦。他必须要穿着一个蓝色的背心，有没有？好，有没有？还戴着一副墨镜的，有没有？哦，还戴着一个渔夫帽的，有没有？还留那个络腮胡的有没有？有，同学，好的，来，我们最后一个条件，看你有没有穿粉红色的内裤。丢下去哦 ，OK 吗 ？OK 吗？有没有看？好 ，OK， 来，我问你，请问呢？我们大家都有用过塑胶袋，塑胶袋是不是海洋十大垃圾第一名？是。是。哦，要有自信啊，看别人干嘛？来，是不是？是。是很好，来，我们转过来，请环保小老师为你解答。请问塑胶袋是不是第一名？请举手。啊！恭喜答错啊 ！OK， 啊，救生员是不是？好、哦，没有问题。来，你跟着老师来这边，好、哦，等一下呢，帮我上来这个小舞台，好、哦，啊，我们要用乐淘汰的方式哦。好，来开玩笑的，来，帮我上来就好了，站着就好了，好、哦，靠近一点，好、哦，耶，双手贴紧，眼睛看前面，啊，等一下发生什么事都不要乱动哦，你只要做一件事，开心一点呐、啊，笑。
美妆当装可爱哦，都不好意思说你了，没关系了哈，我来找两位同学跟你一起打篮球，好不好？好的，最后的机会了，来，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一起打篮球？好，哦，小朋友，可能会投到明天，拍谁啊？有没有高一点的小朋友或是大朋友？爸爸妈妈有没有？好，我来找一下好了，来，前面两位帅哥谁要下来？啊，来，我们决定一下好不好？决定一个人下来哈。我们海西同学啊，会用最快速的时间哦，将篮球投给你们。拿到篮球之后，赶快朝我们的篮筐投进去，看谁可以拿下五分，就算获胜哦。哦，跟你们说啊，哎，第一名呢有小惊喜会送给你们哦。哈，啊，第二名呢是小惊小 ，OK。好的，来访问一下哈，两位同学，好，我们先来访问一下，哎，这两位帅哥哈，来。蓝队的这位选手 ，OK， 还在哎，好，讲完了，好，来，同学你好，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现在来的。哪？对，来的。好，桃园是不是 ？OK， 来，从桃园来的朋友在哪里？哎呦，你的粉丝很多呢。好的，来，他是你的对手，嘿，有没有什么话？我们来呛虾一下，嘿。你说定了。啊 ，OK， 同学，我们不可以输人家，哈，来，哎，从哪里来的？澎湖，澎湖啦，哈，从澎湖来的朋友在哪里 ？OK， 啊，没有朋友，啊，来，开玩笑，开玩笑的啦，来，他是你的对手，我们要来呛呛一下。首先呢，你要这样子，这样吗？对，这样，很好，来，我们要什么话？我们大声的呛回去。他说你输定了，你完蛋。没办法分开，刚刚是平手是不是 ？OK， 来，我们两位同学，来，帮我上来这边，我们一定要来决胜负一下哈，哦，哎，我们看谁可以在最快速的时间，哎，小心小心，将一颗篮球哈，哦，吃掉。啊，开玩笑的啦，我们剪刀石头布就好了，好不好？来，剪刀石头布，掌声鼓励，恭喜黄队获胜。OK， 好的，来，两位同学。又有运动加精神嘛，握个手，哎，那再来亲一个好不好？好了，开玩笑的啦哈，来，哇，哎，第二名同学等我一下哦，我们要先来颁发冠军礼物哦，同学不啰嗦，直接十寸平板送给你好不好？好，哎，你看笑成这个样子啊，哈哈，来看一下小礼物长什么样子那边。同学，没关系啊，有一点可惜，这样子好了，嘿，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好不好？你跟着老师，啊，好，等一下呢，我们海西同学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跳水比赛，啊，你可以跟着老师我左手边，哎，帮我当啦啦队吗？可以吗？帮我尖叫一下，好不好？好，来，我们试一下这位帅哥的尖叫声怎么样？来，尖叫声。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哈！我一定要送给你一个小礼物，好不好？来，大家都没有的哦。OK， 好，我们远雄海洋公园特别的精致卫生纸两张。OK， 好了，开玩笑的，一样有这个小礼物送给你了哈！来，再次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哇，你看这位帅哥很认真哎，全身都是满身大汗。OK， 来，一定要把汗擦干哦，谢谢你。好，我们最终的比赛呢，需要你们的帮忙哦，帮我评分一下好不好？在你们的座位底下都有一颗蓝色，还有一颗红色的按钮哦，来帮我按下去，好、哦，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开玩笑的啦！哎呀，那谁输谁赢不是重点啦，就先来帮我运动加精神，来啊，相亲相爱亲一个，耶、yeah!！海狮小学堂就要正式下课了，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要给自己还有海狮同学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一个爱。